次来参加我们节目，马上就遇到我们台南的生存大战。是的。啊，天龙人是出自哪一个漫画？我已经不知道。他们在弄我们，知道吗？一球一百，每一颗都是钱。所以现在已经花掉2万。综艺玩很大，每逢星期五晚上9:30，八度中间玩得起。